是击剑的礼节之一。我跟夏琳已经订婚了。可以理解为你在夸奖我吗？我们不是要澄清绯闻的吗？我刚才没有澄清吗？现场反馈很不错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可不是要澄清我们没有关系吗？夏小姐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澄清我俩之间没有关系了？我只说我会帮你，公关部会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仅此而已。可是你刚才在媒体面前你也没有说不啊。因为你尾随我进了卫生间，林先生，你知不知道订婚对于一个上升期的女演员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江小姐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倒是想问问你了。你身为夏琳小姐的经纪人，你把自家艺人置于如此的境地，连舆情监控都没有做好，还有我们林氏来帮你收拾烂摊子，你又做了什么呢？绯闻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做，那拖到现在怎么防止负面消息？夏小姐，公关部给出最完美而且最不损伤名誉的方式就这一种。如果你跟老板两个人是情侣关系，那之前的视频无非就是情侣之间的调情，但单纯的恋爱关系很容易被人说成是公关应对。但如果你跟老板两个人是订婚关系，那这重量完全就不一样了。行吧，也许这样的确有用，但总不能刚订婚就宣布分手吧。谁说要分手了？那林先生的意思是？你们也不用多想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订婚协议，并且在合约期间扮演形式上的伴侣，等到合约时间终止再恢复自由。你是说契约订婚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夏小姐，你还有时间考虑，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们明天可以发布分手声明。给你五分钟，夏小姐，发布会还没有撤掉，你还有反馈的权利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我觉得这个办法也不坏，一下子把负面新闻全盖住，而且现在外面记者那么多，万一知道，那你的艺人生涯应该也没有然后了吧？哦，不过也没事。大不了再重回到十八线呗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不想欺骗大众，欺骗粉丝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我的内心会过不去的。我只想做最真实的夏琳。有什么不真实的？你不是一直怀疑他就是那个人吗？就算你不考虑自己的事业，也要考虑一下你的感情吧。再说了，如果他真的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呢？文丽，重新准备发布会。是，老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和林一周先生单独聊聊。江小姐，请。夏小姐考虑清楚了。我同意你的方案。合作愉快，夏小姐。虽然是协议订婚，但是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。我是一个商人，我更注重信任，还有利益。这份协议，我希望你可以严格遵守。前面都没问题，
保持微信联络，每日互道早晚安，这个是可以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吧？为了增加情侣的真实性嘛，演戏不也得先进入角色，不是吗？嗯。没想到林先生对表演还是很有心得的嘛。啊。是不是也有权提要求？当然了，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能干涉我的工作。没问题。这餐厅生意很惨淡嘛，怎么都没什么客人，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？你不是不想被拍吗？你包下了？难道你想被拍？营业夫妇不就是为了被人拍的吗？好啊，那下一次我们就约会去一些热闹的地方，大排档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饿了吧？上来，我吃饱了。你才吃这么一点就饱了？我
是演员，我是女演员，我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。你没有听说过女演员为了要保持身材要节食的吗？没听说过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嫌弃你胖的。胖的女演员是接不到戏的，林先生。接不到就接不到喽，接不到我养你啊，林太太。老板，没事，文丽，今天不用你开了。琳琳，你现在能来一趟公司吗？默默，上车吧。我要去趟公司。没事，我送你啊。上车。好。快车的男人吗？啊，抓好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个车不这么快吗？别说话，我专心开车了。几点结束？我来接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这边几点结束？我这边还说不清。哦，你看我说了吧，开快车很容易出事的。对，谢谢。我的包。江姐，我来了。这么快啊！我还以为你还要一会儿呢。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是说有新的戏约吗？因为你跟林一周订婚，你的口碑有所回升，网友们对你都是祝福，就连心心相印的收视率都蹭着这波热度上升了不少。这么厉害！我呢，选了几家还不错的媒体，然后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筛选。你今天回去好好看一下，明天下午会议室直播。明显吗？拜托你照照镜子，大小姐。不会你们真的有点什么吧？不是有什么，是什么都有了。别开玩笑了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有点贫血，自己多注意啊。
琳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洛。小洛，今天拜托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很喜欢夏老师的新戏，那期待合作愉快。嗯，好了，寒暄完了，坐下吧。辛苦了，大家准备开始吧。你们想我了吗？这里是暴走吧爱豆的直播现场，现在是4:28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来宾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。虽然我听不到你们的欢呼声，但我希望你们在屏幕前热烈的鼓掌欢迎。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大来宾夏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洛你好，我是夏琳，在心心相印中饰演夏珊珊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和关注。我们可以看到小伙伴们的热情都非常高涨，关注度已经破百万了。那夏琳老师，你有想过这部剧会这么的受欢迎吗？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夏珊珊这个角色会这么招骂，但是也代表着大家对这个角色的喜爱。而且看到一些网友说什么劝善良、劝良心之类的话，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大家都太可爱了。是啊，而且啊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还要恭喜夏琳老师订婚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看到您这么幸福的笑容，想问一下，您的那位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嗯，他很照顾我，也很体谅我。虽然我们见面很少，但也会尽量抽出一些时间去见对方。那有没有想过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，然后计划一下结婚呀、这个准备啊？度蜜月之类的。目前我还主要以工作为主，结婚方面的事暂时还没有考虑。那像在您现在这个黄金年龄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？未来我会努力带给大家好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。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非常成功，谢谢你啊，小洛。太客气了，应该的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，太棒了！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买水军了？我怎么可能买那么蠢的水军啊？是不是你对家买的？有哪个对家会买这么多礼物，就为了来搞我，花了十几万呢？这也太傻了吧！不过因为你订婚，你的艺人热度飙升。前几天我们的假期那档综艺节目找到我，说想让你跟林一周参加拍摄一些情侣相关的日常。我上网搜了一下，这档节目热度非常高，如果你参加的话，对于你的口碑和形象非常有利。江姐，你明知道我和林一周只是契约关系，我们毫无默契，参加这个节目肯定得露馅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希望我的生活工作搅在一起。林一周什么时候属于你生活部分了？你现在没有片约，急缺曝光度，这个综艺是最好的机会了。就算我同意，林一周也不会同意啊。那可未必啊，订婚的事是他提出的，现在越来越多人说你们都是在做戏，等舆论发酵以后，对他个人和林氏集团都非常不利。看着我。再说了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如果不参加的话，我们要付一笔高额违约金。我赔，你赔不起。什么？楚哥，快走吧，导演那边开始催了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手机有信号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我的楚哥，你再忍两天吧，忍两天我们就回去了嘛。好吧，走吧。两位这边请。好。林总正在开会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嗯，好，我们在这等他。那我帮两位冲杯咖啡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总裁办公室，不过也不怎么样嘛，还不如我剧本里写的豪华呢。你懂什么？人这是低调，而且现在哪有那么多土豪啊？林夫人，
你现在进入角色的速度很快嘛。你这人怎么能落井下石呢？不好意思，有点事情耽误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没事的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贾飞。贾小姐，你好。哎，小心小心，我。贾小姐，玲玲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还没有写完我的作品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聊，好聊。你要着急的话，我可以让文丽送你啊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他最近在写个新剧，可能有点忙。文丽，你去送一下。哦。坐，萌萌。好。贾小姐，我送你下楼。不用了。在接见馆的是你吧？不是我。在酒吧的是你吧？我都说不是我。不是吗？不可能啊！喂，戒指。我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真人秀，我本来呢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参加。你是有必须参加的理由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吧。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，但是因为事发突然，还是有很多质疑我们的声音，而且我们的协议也写了，要增加曝光度来证明我们情侣关系的真实性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曝光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我上次做了一个直播采访，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群水军，刷了一些又蠢又假的评论，导致现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我们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急需这个节目来骗过，哦，不对，是抑制这样的风头。我去。喂，文丽，帮我跟程丽联系一下，说我跟她的会面要推迟到下周。对，然后再告诉她，她的项目书我看过了，我很喜欢。好，就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次绝对不会再拿这种事情过来麻烦你。仅此这一次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又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果然是商人本色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既然我要去参加这个节目，那我们在节目组面前就不能露怯。我要提前排练。你这还挺敬业的嘛。明天开始，来我家排练。这是什么？我让文丽编写了我们相遇的经过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们得统一口径才行。文特助还真是全能啊。活动时间到，夏琳往活动现场赶去。
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，这也太老套了吧。那跟我们的真实经历相比呢？我们的真实经历至少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啊，还抱着转两圈以为是在跳华尔兹啊，而且那个姿势亲上去门牙都会被磕掉了吧。那你觉得要怎么亲？至少应该我们干嘛研究这个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事情呢就是说多错多，还不如说我们就是在活动现场认识的，你呢被我的美貌所吸引，对我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，然后死缠烂打，而我呢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行了，就按你说的。我瞎说的。不用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饿吗？你这是要亲自下厨吗？凌夫人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？那多不好意思呀。行吧，那我先去参观参观。假期官宣了，今天公布了嘉宾阵容。谁啊？谁啊？妮蔻、王鹏、夏琳和林一周。哎，哪个夏琳啊？就你认识那个夏琳啊？哟，夏琳接到综艺了。琳儿，真人秀。对啊，他们不是订婚了吗？就让他们上综艺节目撒撒狗粮。订婚了？嗯，前几天宣布的。那个时候你在拍戏，不知道。他们俩怎么可能订婚？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有问题。喂，楚爷，你杀青了？林一周把你怎么了？啊？我说你和林一周订婚了。你才知道啊？我以为你早就看到新闻了呢。哼，那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可能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不过你和林一周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晚宴不是还不认识吗？认识认识，我上次是故意逗你的。是吗？那你那天怎么没跟我提起他呀？我们说好保密的，而且连我经纪人也不知道的。不过你不是说好要冲事业的，怎么忽然转型了？人生就是这样，处处充满惊喜嘛。木木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好，我来了。林一周和你在一起？我现在在他家。在跟谁打电话呢？是楚言。你叫他过来听电话。他还要跟你说话。喂，幼稚。挂了。楚言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你做菜特别好吃。他瞎说的。厨房这些事儿呢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能帮上什么，我还是先出去。可以帮我把这些洗了。好。真是三岁幼稚到现在。你俩多早就认识了？三岁开始的孽缘。哦。看过一部佐罗的电影。怎么了？还有两年前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化妆舞会，还戴了一个金银色的面具，面具的右边还有一个口红印。你希望我去过吗？
你就说你去还是没去过。那种地方我基本不去的。还有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虽然我们之间是契约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对对方要保有最基础的忠诚，我的林夫人。行了，真的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好了。那个，我还要帮你做点什么？洗菜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洗菜。切到手指了，流血了！你张嘴，你把嘴张开啊！伸进去，先消消毒。我去跟你那张嘴贴，你等我啊！三个，这么多摄像头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儿都有，你们连喝水都不放过吗？这些呢，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、拍摄需要。还有啊，那个根据节目组的规定，二位的行李暂时由我们保管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会给到你们一些生活的必需品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配合。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什么任务？节目都是这么录的，对吧？狗。狗。好可爱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度假村这三天，这条狗就由二位来抚养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林一舟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。带走，带走。还有，这段不准播。听说你很喜欢小动物，如果有机会让你养宠物，李先生会同意吗？我认为他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能不能把那根绳子给我拴好了？你能不能牵着他？万一他跑过来怎么办？你看他多可爱，能不能有点爱心？什么叫没有爱心？我就是……你难道没有怕的东西吗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样会吓到他的。你要留下他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划分好他的活动范围，他绝对不能踏入我们的生活区域半步。说话呢？你看什么呢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请给我洗澡。你说什么？洗澡。还跟狗抢浴室？咱们不理他，一会儿我们洗澡啊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。我们大家再检查一下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。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。林一舟先生水土不服，正在拉肚子。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。
水土不服啊。默默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洗发水没了。就在屋子下边呢。我找不到，你帮我找吧。好吧，我帮你找。浴巾。我的。谁的？我的。那你。光着。